啊，一块八。哎，大老爷们儿，放四俩哟。要是多了，那放一万来。说有什么？咱俩的，那就等会儿有一个七点八点的车了。我念，这是说话，这话说的特别黑。有一个咱俩的八点的车，剩下的都是全机关单位。他这怎么打？那跟我还是怎么打的？我一块去，我花不着钱，没人一个没有推广。我说先给你撂，然后再跟你。那刚刚还没有。OK